Hello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2024年9月24号，外面下着很大的雨，接下来槟城也是会下大雨啦，所以希望大家出门小心一点咯。OK，今天继续学习《易经》64卦的第60卦，不惊不觉都来到第60了。好，60卦水泽节节卦，它的卦辞是苦节。不可争。OK，第一，不出户庭无咎；二，不出门庭凶；三，不节若者皆若无咎；第四，安节亨；五，干节吉亡有赏；六，苦节真凶毁亡。背完了，其实很简单的，你一天背一卦，六个爻，64天。背完我的话，我以前背差不多没有到64天，六十天差不多背完了，2个月时间，要有恒心，始终如一，要有恒心。背完了过后，每天复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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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复习，多一个月进到完，所以差不多90天3个月进到完了，然后进到完你才来慢慢去分析。然后去拆解它的意思，然后你就会越读就会越熟，OK？所以要有恒心，开始的心和终结的心要一致，要一样的，不要有变，要坚信，OK？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。